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不计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今天672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风雷模型推出的 RC， 拿到有几天了？那目前这一款在网络上的价格突然飙高，可能货还比较少，那之后会怎么样没有人知道。那我相较于先前跟大家分享过的风刃来说啊，我先提一下啊，有没有人手上有这个我的风刃这个地方这个缺件啊，它从桌上摔下去之后啊，这个地方喷溅了，如果有人手上有多的零件，能不能麻烦卖给我啊，就只差这块零件了啊。那这两款模具的话呢，我都是请我的朋友罗志前先生帮我组的，因为以我现在的眼力来说呢，而组这个模型来讲的话呢，确实是比较吃力一点，而且这是女体的模型啊，这个特别特别伤身体啊。那么这一次的 RC 的话呢，相较于之前的风刃呢，有一些很大的进步，那主要有两处吧，一处是肩膀，一处是这个部分。那我给各位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啊，首先的话是它的这个侧边这个地方，它是变成了是一个球形关节里头一个这个部件是可以单独往上搓的啊。那这样一来的话呢，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腿啊，在这个摆动的时候呢，就有很大的幅度空间了啊。你看，这个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鸭子坐的话呢，由于这个部件往上推的关系，啊，它就可以很正常的做出来了啊。那这个鸭子坐这个动作的话呢，也正常人类来讲都不一定能够做出来啊。你可以问一下啊，你的女朋友或是你太太能不能做出来啊？对不起，我没有女朋友啊。你可能会这样跟我回答啊。腿部的这个线条感啊，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的。摸起来的一个塑胶的感觉，圆润的感觉也比风刃要来的好一些，甚至塑胶来讲，我觉得好像稍微再扎实一点点。那么另外则是多了一处的这个手部这个地方，它多了一个往下面滑下来的一个关节，多了这一个部分，还有往下啊。它一个很大的一个缺点，它两大缺点啊，一处就是这个背包很容易掉下来，这个地方扣上去就可以了，但是它确实是蛮容易去喷溅的。那它背后这个地方是可以做一个简单的调整，所以说你可以调整出你比较喜欢的一个角度，包括啊，它也可以本身自己这块部件啊，它自己也可以往后再动一些，但是还是前提还是那一句话，这个本身太容易去掉了，那你知道一下就行了。轮胎本身你要转的话是可以转得动的。那武器的话呢是一个长枪形态，你也可以单独把中间这个粉红色部件拆下来，它就有一个短枪的形态。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把大部分的时间呢用在它的讲解它的一个可动好了。头部的话呢，如果你要把这个面罩拿下来也是很简单，但是我觉得戴着挺好看的啊。如果面罩你要拿下来，就这块部件整个拿下来，再把头给拿下来就行。它的一个头部是一个球形关节，而且它的头上下都有关节可以动啊，所以它的头部的可动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好，面雕也是很好看啊，完全是赞了。手臂的可动的话呢，前后没有问题。那手的话呢，有替换的手掌，你可以做一个替换。那这个本身的话呢，它最大的玩点还是在于腰腹部以下，胸部的话呢，你们不爱看我就不讲了啊。我们主要是讲它的一个腰身，它的这一个部件呢，我把这里拿下来好了，它的。这一块部件啊，如果可以的话呢，如果你要动的话呢，你可以是，它是可以往外面，尽量再多搓一层的啊，这样子，所以它的一个往后的一个幅度线条会再更大一些。那大家都会 focus 在它的一个臀部上面，它的臀部的话呢，分件来讲的话呢比较多，啊，做起来的话就是完全为了能够让它有一个造型跟可动，尽量去把它给兼顾。那光是我这样子摆呢，我相信应该已经很多人已经受不了了，说对，为什么它的线条怎么这么好看？其实它的线条也非常符合人体的比例，并没有特别去夸大胸部啊，或者臀部，甚至腿的比例有没有把它弄得很长，其实都没有，只是它把线条做得很漂亮。那在零件的一个推移的上面呢，尽量去维持到人物的高可动度。那腿的话呢，就是一个特别要讲一下这个地方转动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卖点，这样子。OK， 你想怎么摆的话呢，基本上都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如果你有一个就是座椅的话，就摆上去是没什么问题。Anyway， 这一款的话呢，已经有很多人去讲解过它的一个各种的一个可动了啦啊、哦。那也就不要再。就是我也不需要我再多赘述了，我光是拿在手上这样子把玩的话呢，各位应该就能够去感受得到它的一个优势之所在啊。那么大家比较担心可能说它的一个组装的难度，那我是直接放弃啊，请朋友帮我组装了。
它的容易喷溅的地方有两处，一处是背后这个背包，另外一处这个它的这个肩甲的部分啊，这里两片，你看它是前后组合的。有时候我们在掰手的时候不小心去推到它，这两个部件会爆开啊，会喷出去啊，这个是比较常去发生的啊。那就提供给各位做一个参考吧。这个本身这个玩具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推荐的。我是台币1300块钱买到，那现在网络上有2000多块钱一个，我也不知道在贵什么的啊。好吧，那今天就给各位介绍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